中国我所采取方革命与反革命，革命与反革命从来是钢丝索的两端，为了保持平衡，不要从高空摔下来，没有人会一意孤行。以近现代政治人物为例，袁世凯、黎元洪无不反正正反，孙中山二次革命头目大位，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广东军阀，手捧圣经的蒋介石不过是个法西斯主义者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从国民党阵营里跳入收我中国的朝鲜，随后反蒙为仇，谋取三大王的本色，转向亲美路线，即便山雨欲来，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同一伙人，夺权与内战让他们分开，总有人关进监狱，总有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。喊革命的本质上则是反革命，反革命所为也许采取革命的进步意义，革命没有告别赛，反革命也是以革命的暴力手段。马克思加秦始皇，国家资本主义加法西斯统治，当今的统治者就是这样一帮最革命又最反革命，令人迷惑无法定性的怪胎。革命与反革命修炼出一切妖孽，祸害人间永不绝缘。